大家好，今天我来一个，又是一个，富有颂的环节。然后这次的富有颂的内容就是这些卷角，还有上次答应过的，撒米青或是就是时间格子的这一款是《鹅之恋》，这一款是《生如夏花》，然后这两款，然后还有一本A6 的一本本，就是那种拼贴白，里面是白空白内容的，然后也是我平常。就是拼贴的本子，我觉得这种本子是挺方便的，就是这样子，而且比较方便携带。然后再是先看，然后再是这些20款台产，全台胶带，颜值都很在线。然后先看卷卷的部分吧，这是一款好像是金刚兔家的一款，是国产的。离心纸，小女孩的，然后这个也是，这是烫金的，这个是台产的 PET，是白墨的，里面的花花是一个挺貌美的胶带，然后是新奇添加的，比较梦幻风的一款，是就是装饰的那种，就是在人物旁边装饰的那种。然后是花样和风家的 PET，一款人物，还有C 家的一款 C 家的少年游系列。然后的话，这里分享一个小小的技巧，就是离心纸的卷卷，除了用那个像就是皮筋这样子捆一下，我觉得出险线也挺方便的，就是这样子捆住。然后就可以完美的驾驭住了。然后是爱丽丝家的一个 PET，这是挺貌美的一款文字。然后这是一款小哥哥，这个是新奇添加的一款 PET 人物，也是一款小哥哥。然后这个是少年游系列的，这个也是少年游系列的，这个是就是那种膜，就是保护膜，像是冷凝，就是把它贴在上面，然后你拼好的卡片就可以就是完整的保存了。然后我已经贴过了这些，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些都是已经贴过的，然后这个好像是，就是我缠了1米多，反正是挺厚的。然后这是一款造景的 PET，超貌美，真的这个是里面是白墨的，然后虽然是好像是一款室内造景，超貌美。然后这个是撒米的清货轴，这些，然后再是。这些胶带，台产胶带板板，大概里面是有20款。然后这个是迷雾森林家的一款小姐姐，然后这个好像也是一款小哥哥。然后这是一款 Q 版的人物，然后这是花样和风家的，然后这是清淡家的，然后这是一款拉条花花。然后这个是读城记家的，然后这是一款，人物版花样和风家的人物，然后这是读城记的海好像叫，然后这个是一个花花，好像之前是一个挺火的，反正是一个非常古早的一个款式，不过花花还是很貌美，但我记不清名字了。然后这是花样和风家的一个蝴蝶，有点像石宇的。蝴蝶，然后这是花样和风家的如爱绽放，然后这是一款文字，这是 BTY 的一款人物，然后这也是一款人物，然后这是一款闹闹家的花花拉条，超貌美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富有送的内容，然后富有送的话就是还是关注我，然后再是点赞投币。评论在就在，然后就在这个。